嗨，各位大家早上好，你的英文老司机杰西。那我现在在边看 YouTube 的七星山实景，真的觉得，很不错。现在早上那边就是这样凉凉的，而且风蛮大的，然后带有蛮重的雾气，还有我现在看着擎天钢，他们应该要照一下那个牛的角度的。OK。好，哎呦，竟然有乌来，哎，这个不错哦。云雾缭绕，然后今天的水况好像蛮不错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来讨论一下你如何解决内心的冲突。所以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只要你告诉自己，你要有坚定的信念在你本来做的事情上，你一定要对自己有所谓的宣言，就是告诉自己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一定要做到成功为止。如果这东西是你真的想要的啦。如果说你不想要，那觉得脑袋跟心理在拉锯，那就算了。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想要的，你就必须要保持这个信念。尤其是现在公司都是一直这样乱变政策，或是干嘛，基本上你要找到真的会把员工当一份子、替员工着想的公司，真的很难。但是我想要做一个，就是以后啦，我希望我可以做出一个，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有丰富人生的一个事业。我是认真的，不管是什么网站像课程还是什么，反正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真的要做的路，然后我们都可以活得很快乐，这个就是我的目标。但是当你跟别人讲什么观念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先活出来，来证明这个东西真的是有做得到，然后就会有人来 follow 你。所以要加油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字，我个人觉得蛮厉害的啦，它的意思叫做万灵药。Panacea，Panacea，P-A-N-A-C-E-A，至少是跟你讲一下哦，Pan，P-A-N，就是全部的意思，Pan，P-A-N，好，Acea，Acea，A-C-E-A。ACEA 叫做治疗，治疗，所以全部加上治疗就叫做 Panacea，Panacea。然后呢，它的同义字这个比较特别，叫做 Nostrum，Nostrum，Nostrum，Nostrum。下面一个同义字叫做 Cure All。Cure 治疗嘛，哦，全部中间记得加个破折号，Cure all。再来第三个同义字，Universal cure，Universal cure，对，就是 UNIVERSAL，Universal 全球的那个字。好，这个句子来讲一下，The medicine was promoted as a panacea for all aches and pains。The medicine was promoted as a panacea for all aches and pains。这个药被 promoted，它被宣传 as a 一个什么东西，万灵药 for all aches and pains，aches。OK，ache，aches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的字首字根就讲到这里。那还是再跟大家说一次，去追求你想要的人生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人生只有一次。有坚定的信念，过人的努力。就像我现在，的确，我工作上我是遇到一些困难。那你也知道，公司这种地方本来就是心机很重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觉得那些政策的话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还是会保持坚定的信念，然后努力的去达到我想要的充实人生。所以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！今天加油，Have a good one，拜拜。